来，你瞧，你问妈咪，爸爸为什么要赚钱？爸爸赚钱要创啥？你不讲。爸爸赚钱要做啥物？你不讲。赚钱要怕怕。什么？爸爸赚钱给你干嘛？赚钱要读书对吧？是读书还是要买东西？赚钱是给你买东西还是读书？买哦，啊，不是要读书，读书，赚钱要一日大汉，就要你买东西呢。爸爸赚钱给你买东西还是读书？买。买。买什么？买什么？玩具。买吃的。买糖果。还是买书？